这些年呢、不管是我带着有年有月，还是秀娟带着文旗文林，在这个屋檐下，我们都已经是不能分开的一家人了。等你上大学来当我的学妹，我们就一起跟我爸也跟你妈说我们在一起的事。我们决定要结婚，我也会收养文旗跟文林，大家真正的变成一家人。我不同意。谁跟他一家人啊？在我心里，你只是一个员工，一个煮饭阿姨，你永远就不尊重我妈，你只是阿姨。全世界有几个女儿跟我一样，每过几年就要看自己的爸爸结婚，她活到这个年纪还是跟以前一样，只想着自己，从来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。阿姐，因为太无情了，把我妈的照片拿下来，要换成你跟周明芳的照片。现在你有别的女人，就想让她取代我妈的位置，是不是？那一只今天要庆蒙大吼，我们现在有个作战计划，让他以后都不敢进来。弟弟在佛跳墙啊，入阮张家门，为了做小奶奶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其实有时候我还蛮羡慕你们这种大家庭的。你看我这边，就我跟巧婷两个人。你知道工作会比较忙，如果没办法来接巧婷，我可以帮忙。阿姨，你是不是很想当我妈？医生，你能不能直接告诉我剩多少时间？下个月吧。张有月，你还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，我愿意当你将来很好的妻子。有件事我觉得应该要第一个告诉你，我今天跟慧敏求婚了，你也带你的男朋友回来给大家看看啊。如果这次真的定下来，我也会替你开心。张有年，凭什么连幸福不能啊？堂堂一个新华千金，为什么要找人假扮你的男朋友？原因就是不想输，不想没面子，就这么简单。你那个男朋友啊，看起来很年轻哎。你们两个是认真的、啊？该不会是小鲜肉让你嫉妒了吧？张有年是我的初恋，当年他爸跟我妈要结婚，我们就要变成兄妹，所以就分手。我恨你，我恨你一辈子。那你现在还喜欢他吗？你跟有年是不是有我不知道的事啊？你是在怀疑我跟文琪？你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啊？文琪是我妹。我就是想知道你跟你妹在一起有什么好骗的。文琪，我希望我们能像以前一样，做有日的好哥哥、好姐姐，做一家人。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，还是一个屋檐下。